靠化妆遮伤口，黄浩信撑住复工。黄浩信早前因为拍摄剧集致命复活受伤，好多 fans 都好担心，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啦。黄浩信昨日已经复工，他同朱千雪、黄子娴合拍新剧宣传片，面上面的淤青就全靠化妆技巧遮掩，不过左眼的肿伤就遮都遮不住，好像乒乓球那么大，左眼微丝血管爆裂啊。是啊，其实现在左边眼这里呢都是很多淤血在这里，那这里还是肿，那比起我刚刚撞到的时候，那时候如果是 XL 的话，现在是 M。 是啊，跟住就手啦，手主要都是一啲皮外傷。不過其實我而家個狀態係算係精神咗好多嘅。咁同埋大家見到好似好嚴重呢啲，其實都係皮外傷咯。咁所以真正入邊嘅傷，我琴日因為我而家啱啱喺醫院出院，今日咁 check 過曬所有嘢都係正常嘅，仲健康咗啲。黄浩信仲话，受伤初期，当睇到车速快嘅车，都会谂翻起意外嗰阵，对架车留下阴影。不过发生意外之后，最唔开心嘅就系令到老婆同埋女女好惊，好担心啊！撞到我自己都唔系好担心我自己嘅，反而我最惊嘅情况就系令到佢哋好担心咯。即系嗰日入到医院，见到佢哋好担心嘅样子，我先觉得死啦！即系原来系我令到身边嘅人咁担心咯。呢样嘢系我最唔开心嘅嘢咯。